大地之歌展现力与美的舞蹈表演，揭开2023梅山太平艺术季序幕。梅山太平艺术季首度以公共艺术深耕，打破过去民众对于艺术品束之高阁的想象，将艺术融入于地方。那除了自然景观跟那个所谓的云梯以外啊，那我想你会在那个空间里面，那到处看到很多装置艺术，那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充满了文化感，那充满了艺术感，一个非常值得来这边漫游，来这边疏解身心的一个空间。它不是一个单一次能去造访一个美景的观光而已，它是有它的文化的底蕴，它已经不仅仅是太平的骄傲，也不仅仅是梅山的骄傲，而是嘉义的骄傲了。为了展现艺术融入山城，共创公众空间的美好，艺术季将串联云梯光廊、文学艺文展演和小农市集等系列活动，邀请游客悠游云端山城，用文学文化、艺术产业、观光生态来营造，在国际上我们可以避免濑户内海或是新系的艺术季，我想我们只要努力，我们可以达到。自17日起为期一个月的梅山太平艺术季，适逢中秋佳节与双十连假，县长翁章良邀请民众近距离感受山林与艺术空间的融合，体验山林之美。新唐亚太电视方雅贤，台湾嘉义采访报道。